雖然而家喺日本啦，但係咧，而家個感覺好似係食緊西餐咁。我唔知道可能啲音樂影響。琴晚我哋連同工作人三個人啦，一晚要90,000 yen，包曬成棟，成棟兩層係啦。係嘅，上等人嘅生活嚟嘅。係好嘆嘅，我覺得佢應該要播翻啲和風啲嘅音樂。而家好好嗰啲真係文化廣場嗰啲音樂嚟㗎。哇！好精緻啊！喂，早晨。早晨。好冻啊！突然间一落雨就冻咗好多啊，要着长袖衫啊。不过咧冇带。咁啊，食完早餐咧，我哋今日第一站咧就要去正兴寺。系啦，今日我哋第一站咧就要睇一啲历史嘢，睇下啲咩睇先。好大风啊！话说原来正兴寺有一样嘢叫做正兴寺的七不思议。まあ、天から降った石だと言われてるんですけど、実際に隕石ではないとは思うんですが、叩くと。あの金属的な音するんですね。金属咁嘅声音。大概石嚟噶。系啊，石嚟噶。除咗呢个之外，其他大家可以上网了解更多关于呢一个圣兴寺的七不思议噶。估唔到啊！我哋入嚟呢一个寺庙嘅内容入边都有啲艺术品睇。嗯。挺好看啊，好敷衍啊。喂，拉哥，我哋而家要做手工啊，对手准备好未？对手，我对手咪你咯。咁啊，睇完圣兴寺之后咧，而家咧下一个嘅节目咧就系嚟做呢一个嘅手作啦，就系呢个叫 emono 铸物。即是呢，我們用一個這樣的模子畫一些圖案或者寫字上去，然後呢就倒一些是一種叫做石的金屬，即液體化了的石的金屬倒下去，凝固了之後呢就是這樣的了。今天呢我和拉哥呢都是選了這個酒杯來做的。你打算寫字還是畫畫呢？我打算畫你的樣子、畫我的樣子，然後放在家裡天天喝酒對著我。沒有，我放在神壇那裡製神一樣的存在是吧？插些香上去頂好啦，咁今日咧，因為我決定咗整呢一個嘅酒杯嘅關係啦。點解咧？因為即係大家都知摩哥中意飲酒啦，咁啊不如刻一啲佢中意嘅嘢啦。佢中意就係咩咧？就係佢外家嗰只松鼠狗啦。咁我就刻只松鼠狗俾佢咯。呢、這個唔知道合唔刻到咧？同埋記得咧個竅訣就係咧，我哋刻嘅時候咧，一定要刻一個 mirror image 出嚟嘅，因為咧佢倒完冇出嚟咧，佢個影像係反翻轉嘅。咁今次我試下挑戰畫畫先。すいません。ちょっと犬の絵を描きたいんですけど、コツはありますか？コツね。点解你有呢个冇嘅？因为头先你唔喺度嘅时候，我问个师傅，我想画呢个人有冇咩窍诀，跟住佢又直接编出嚟指纹俾我。反正一只松鼠狗都系就松松嘅毛嚟啫。有鴛鴦腳添，有冇得拆咗佢？要啊要啊得！只松鼠狗中咗輻射咁。靚，希望倒完個帽出嚟之後係靚噶，好擔心。之后师傅帮我哋有一层甲醇上去，再点火等佢烧一阵，目的系为咗挥发石模入边嘅水分。哇，火烧狗狗啊！我而家比较担心自己嗰只狗咧个底嗰度咧，我掘咗一个狗个肉球图案啊，但系咧我唔小心可能掘得深咗少少咧。即如果个脚板底太深咧，咁就会顶住咗就系啦，就摆唔平咯个杯啦，就系咁啦。
溶咗嘅石系会有大约 0.2% 嘅杂质，呢一啲杂质会形成一层薄膜，拨走咗佢之后就系 100% 嘅纯液态石啦。咁我哋等佢大概两三分钟到凝固咗咧，咁只杯就完成啦。OK 啦，几啦？喂，唔错喂，因为最紧要企唔企得到先只杯。真短咯，你啊，点啊？爭啲，呢個都 OK， 最靚係個底，不過可能要磨一磨，因為我掘得太深啦。你睇下，凸曬出嚟啊！才子，唔該，好，拍手，自己拍你自己。佢係奪用唔同嘅金屬嘅厚度咧，去整成佢哋唔同嘅音嘅。唔該曬你嘅説明，係啦，咁我就可以慳翻唔使講啦。咁咧，其實咧，我哋啱啱咧即係落手去做完一啲嘅 Emono 鑄物啦。咁而家咧，我哋就去附近嘅一個鑄物廠，咁啊有好多好靚嘅唔同嘅鑄物啦，包括而家我哋身後見到嘅呢啲風鈴啦。咁呢一間嘢咧，叫做能作，唔係林作，係能作。我哋一陣食嗰餐飯嗰啲餐具咧，都係由呢一間鑄物廠整，唔係淨係食啲嘢食，係要鑑賞埋啲餐具啊。剛才我們都有提過，就是我們在這間能作裡面有個 canteen， 我們可以在這裡吃飯之餘也可以享用到這裡鑄造的一些 emono， 包括現在我面前整個餐的餐具都是用石做出來的。剛剛公關姐姐她說話石是很屈得，是一個碗屈得的，照了你不要那麼大力，是一個碗屈得的，它本身這種金屬是易屈的，因為這種金屬那個那些粒子的 bonding 比較弱，所以用手就屈得了。那人是讀 cam 啊，是好味的，但關不關這些石做的器皿事呢？就應該不關的。之後我們就去了高岡市的瑞龍寺道參觀。平たく申しますとトイレの神様ということですね。おお、ドラえもん車。啲乘客咁細粒嘅。老鼠咬耳仔啊！係啊，頭先嗰個咩廁所嘅守護神咧，側邊有隻老鼠嘅，但係佢嗰個銅像咯，同幅畫咧入邊個老鼠咧有少少唔同嘅，就係爭嗰對耳仔啦。咁啊，聽聞話呢一個咧《瑞龍寺》入邊嗰只嘅老鼠咧，就同呢一個哆啦 A 夢咧有啲淵源嘅。啊，佢話藤子 F 不二雄係嚟咗呢度，跟住有個靈感，跟住其中一個橋段咧就係哆啦 A 夢隻耳仔俾老鼠食咗啦，藤子 F 不二雄就喺呢度取材噶啦，咁樣。係啦。ゴム手袋をつけていただきます。こちらのトレーと今日嚟到我哋成個旅程嘅最後一站，就要做呢一個嘅銅板著色體驗啦。咁而家我面前咧就有一塊嘅銅板啦。今日要做嘅嘢咧就係將佢上色，變成一啲好靚嘅顏色。咁啊話説咧，玩呢一個銅板著色咧，我哋係需要好好嘅呢一個化學知識嘅，因為中間牽涉好多唔同嘅化學反應咧，令到佢變唔同嘅色嘅。咁我哋嚟示範一次點樣去玩呢一個銅板著色啦。係，首先第一樣咧，我面前呢度有一啱嘢咧，都幾臭嘅。綠色嘅係一啲米糠嚟嘅，咁啊濕濕地啦。咁如果我又將呢一個咧搽落去呢個銅板上邊，我諗起佢似咩味啦？嗰啲貓糧啊，定狗糧，好均勻咁樣樣搽落去。好啦，反轉佢又搽過。先啦，好。我捽得唔勻啦，俾阿哥哥叫我捽勻啲。
で焼いていきます。はい。下一步咧，我哋就會拎去燒噶啦。咁啊，燒就唔係我負責，因為比較危險啊。咁啊，大家睇住哥哥點樣燒啦。唔係啊，你都要幫住鬥住噶。鬥住嗰條嘢嘛。係啊，你要鬥住佢條嘢噶，好大責任啊你。鬥條嘢先。中がさっき塗ったやつが黒くなるまで焼いていきます。燒到嚿銅都變埋紅色啦！搞完凍之後咧，咁啊始終咧有啲窿窿地嘅地方咧，而家咧我就攞塊砂紙咧係同佢打圈，捽翻啲雜質出嚟。誒，捽唔夠都係佢幫你捽啫，冇所謂啊。係做下樣嘅啫。係，實都冧。好啦，玻璃面要捽一捽。好啦，咁而家暫時捽完之後咧，有一塊銅板咧紅紅黑黑咁嘅樣。咁啊，暫時未有變色嘅效果，因為咧頭先講過啦，我哋呢一個著色嘅體驗咧係牽涉呢個化學嘅反應嘅，咁所以咧佢係可以變成唔同嘅顏色嘅。咁呢度有呢一個嘅藍色啦、紅色啦，同埋一個茶色嘅。著差呢度點？これだったらこれでクリアして完成なん。あ、もう完成ですか？咁啊太快啦，所以咧我哋都係揀個第二隻。就係佢。咁就咧，係先先。くぐらせてあげて、ゆらゆらした後、こっちで。水、ただの水で、少しずつ変化していくのを楽しんでいただければ。我呢啲咧，你食完啲維他命 B 集咧，你就會咁嘅料嘅。我知啊，我食過，我食過。你啲料都係咁樣食嘅。食完嗰陣咪係咯，而家唔係啊，已經係將佢浸落去。我揾到啲有有材湯汁素。これは何の成分で変色させるんですか？酸化させる。あ、酸化だけね。原来が。オクサダイス。攞一次就放落去水度洗一洗，跟住之后咧捽下佢。少し変わりましたね。系啦，有少少变咗色啦。头先系一块红同黑噶嘛，而家系咪多咗啲黄啊？见唔见到？同じステップを何回も。そうそうそうです。繰り返して。系。咁啊，呢个根据自己中意嘅颜色去调节嘅，你做一次就得，做几次都得。だってすればもっと高く売れる。難しい。難しいですね。難しい。人の好みによる。そう。然之后同一个步骤，我再重复做多两至三次，等佢变到我想要嘅色为止。好啦，去到最后一次咧，个面咧都冇乜点变嘅，应该系我技术问题。但係個底咧，唔知點解黑掹掹嘅，黑咗好多，黑曬嘅點解會？誒，捽完就冇啦，你睇下，你睇睇睇睇，嗱，捽曬啦，冇曬黑色啦，喂 ，OK 啊呢個，哇，佢哋啲 OK 㗎啦，係，八字啦，係，八字啲 ，perfect， 八字啲唔係八字，即係 perfect 咁解，呢個同你。啊，真係好厚道啊！佢真係。啊，天空の工程はとってもいいです。工程啊，大丈夫です。喂，可以影嘅喂。哦，係啊。经过呢位哥哥三两下手势 ，coating 嘅工序就完成啦。哦，就是咧。哦，呢根子。喺等紧佢干嘅时候，我哋就去咗睇其他用呢一种铜板着色技术整出嚟嘅商品啦。呢一个 coating 干咗之后咧，我手上面就系呢个制成品啦。叮叮，靓唔靓先？靓唔靓先？后边就系咁嘅样啦。呢个我嘅。體驗呢一 part 本身都好玩，但係咧佢整完出嚟咧，嗰啲花紋咧好有，真係係嗰啲梵高咁嘅氣息。係，即係睇完都唔知點解。係啊，呢個主題叫混沌的世界，你嗰個叫混沌的腦袋。係，即係好似你個腦咁啊！講呢啲，有冇觀眾想要先？想要都唔俾你，過嚟自己體驗下啦。好啦，咁呢一個銅板著色體驗 workshop 啦，咁啊一次咧就大概係講緊2200到3300 yen 左右嘅師傅咧，你想做一個嘅杯墊啦，或者係呢一個普通嘅銅板嘅啫。玩完銅板著色，我哋就去還車，結束今次嘅中部之旅。喂，好啦，玩完五日，終於嚟到最後尾聲啦！我又翻大阪啦，拉哥咧就翻東京啦，唔捨得啦，冇得再一齊嘻嘻啦！我哋翻去要揾翻老婆同女朋友啦。臨尾摸摸先。哇，仲係好實喎！梗係啦，唔練都實噶，冇噶啦，之後冇得摸噶啦，你要翻去睇睇片，慢慢自摸。好，中意片尾咧，俾个 like 我哋啦，未订阅记得订阅翻，同埋记得订阅拉个揿个头，揿个头，我哋下一条片再见啦，拜拜！记得订阅我哋，同埋记得揿钟仔，第一时间睇新片啦。